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今天晚上我们炸素丸子吃，特意买的这个青萝卜。我们在这儿也不知道吃啥，天天都是馒头面条，馒头面条。我说今天给他们做一个，我们老家老爱做这个，做素丸子。一会儿再弄点那个，打个汤。不是，恁俩看见了吗？至少像话，我十二点起来也看见了。牛！这大灯这压着几千瓦，这看不见吗？太牛了！啊！近了吗？小雨，这晴天刚刚了。打我！咋弄呗？炸丸子了呀！今天改着改着生活。那打着也有劲了，看我嘞！该吃馒头面条，吃都吃吐了，我跟你说。今天换换口味儿。好。嗯，快快快，等会儿，快点儿，对，嗯，好吃的很，咦，还烫肉嘞，才出锅嘞，嗯，好，怎么样？那啥 ，nice 的很，外酥里嫩。想不想吃的人知道。这锅一会儿给太老爷攒上去啊。是的，他给咱攒鸳鸯的盆儿给咱压的，一会儿给他回过去。找找盆儿给回去。让他尝尝我的手艺。这一锅我跟你说，办正的很，绝对好吃，这个锅后特别好。你晃你晃。搅红红。这得赶紧给它倒回去。对，这时候就要尝尝。刚好薄皮儿。对，烧不着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快！哎呀，烫熟。大老爷，大老爷，趁热吃，不进了，不进了，不进了，不进去了。没多少，趁热吃，现炸的，现炸的，现炸的，不进。对，正好看完电视吃丸子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我们走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我们走了，赶紧赶紧。那个，你要晚上吃不完，明天早上溜一下也行。啊啊啊！行，行，走了走了。好，好，走了，好好走了，回去吧。鸡蛋汤也好了，来点香油。开饭。开饭。咦，这饭比较艰难。鸡蛋汤艰难，这不艰难，这不艰难，煎鱼而不艰难。吃了个嘴。那这是真不好看，大老板喝。我以为你都。你都跳个跳个腿，大头的万子，对，跳跳个头的万子。来吧，送吧。来，那个红酒也万子，我跟你说，对，红酒没万子。今儿先吃点简单的，明天再烧。不吃来肉吃，光吃也肉吃，一点都不简单。那个面料子也能抽一遍。就是算了，喝一瓶是吧？